会被骂哦。教练，那个计分员是他球丢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就定位，等裁判来。然后 A 场的裁判已经到了。
我要看，我眼都快进掉了。对。那我稍微再讲，听好了，听好了。帮你们班加油一下！对啊，加油啊！其实不差哎，你们班打不差。不强。哎，不要强，把它拍过去就好了，不要强。礼拜五你再来拿，他们都要打完了。下一次，这次没有下雨，他风和日丽，快出来！哎，去年投到快，那个第一名前一年才打。哦，哎呀，今年好很多。Thank you.
你刚才挡住镜头哎、欸！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在挡住。错了。哦。
来，西长，他把衣脱下来，放回篮子里面。完全没有办法动。啊，完蛋了。那个你要怎样？去保健室一下。十五班的，去保健室哦。为什么只有一场？你会不会放太大？怎么只有一场？哎、欸，不要乱动！我没有动。什么只有一场？我们今天为什么这只有一场？什么只有一场？有啊，两场啊。哪有？那边还有我们啊，我们啊，我们没上去啊。是啊，衣服还没来、欸。相机最好不是这台哦。是。讲究第二场。哎、欸，加油！哎、欸，等一下不要挡住，挡住相机哦，谢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完全看不到啊。我现在来来好，我去请问一下。挡住了，快！靠，完蛋了！好尴尬，完蛋了，没有电池了。他们这最后一场我没拍到，挡到就没电池了。没有。啊，完蛋了，拔不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！不要玩什么挑战，太恐怖了。这么多。
啊，你怎么能录到主场的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知道我们是九满，忘记带电池了。人是我没录到主场，我忘记带电池了。大姐，啊，什么？我没录到主场，有啊，没录主场。有，靠背啊，完蛋了。手换，不会，我那时候打一球就花完了，而且他是打很久没打球。哎，别顺着他再来打篮球，你先呛他，再来打，然后球乱传的，你是像我这里有被挤掉，挤倒了乱传。啊，算了，我不要挤你了。哎呀，不会，我那时候有挤到，有些人快，有些人不行。这样子可以，你这样会红到你看。那个打喷，不是。那边超大声的，那边在这里哦。那我在那。那边。不要说你们输哦。没啊，你打完也不那里。你打之前先把你扇一扇，让你醒一下哦。然后就。热血高涨。很烦耶，而且他还问两次。那你说好。因为我这个没看懂剧情。哎，我觉得等下回去了。飞机了。